快手的朋友们大家好，这一个视频是一个中耳炎啊，它中耳炎然后往外那个流水流脓啊，然后再附在这个耳壁上，然后形成了这个霉菌啊，这就是脓水啊，脓水然后附在这个耳壁上了，用那个先把它清理一下，清理一下啊，然后再给它清洗，清理完之后给它清洗一下，它这个就会感觉到闷了啊，耳朵就会感觉到闷了，那下面都是脓啊。就粘在耳膜附近啊，黏黏的，用挖耳勺给它扒出来，里面再清洗一下就可以了啊。